空调关了吧？空调又关了，你爸臊死了！我买瓶矿泉水，到这里去买瓶矿泉水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充电啊？啊？你看他买东西用，结账有的、啊、你拿一个吧。嗯。结账用这个东西啊？嗯。从这里车上去的吧、嗯？好。啊，走。走走走。开始。好嘞，128块啊！啊，128块，日币是吧？啊，那你不是要喝水吗？这里水，要喝哪个？这个？好不啦，啤酒水好嘞。好，你要吧？我不要，你自己吃。我要喝可乐。哦，可乐不用喝，可乐不用喝，哦，可可乐好喝。为什么？这是垃圾食品。哈根达斯。我要吃冰淇淋。这个不要吃嘞，这我怀疑不对啊！啊，我什么不对啊？怀疑不对的，会受不了的。这个小凉糕看上去不错，我要吃这个。那个、这个好哎！啊，我要吃这个。月饼，月饼是我们中国的特产。特产，这个鲍鱼。来一盒，不知道一盒里有几只。就一个，二宝子，还有个二宝子，好嘞，178，哦，178，榴莲，7980，那么贵，还是398的椰子跟我配，最后用机器结个账，结完就还了，拿点干冰回去，放到筐子里面，对。哦、啊，这个可以移出来的，移出来，然后再移过去、啊，嗯，好，好了，哦，非常的完美，拿、冰鲍鱼，这边还有休息区，吃个小凉糕，凉快一下，晶莹剔透，沾点波子汽水味的粉。嗯，软软的 QQ 弹弹的、嗯、哦，这鸭子跟我拍过吃过的鸭子不一样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下去了呀，快点忘记关了。